就是因为我在早期的九几年交流过，人家直接问了我多少，但是吧，我跟他们我们都是一起学的，那当年就是人家给我的这个有20多年。人家直接问他，那为什么人家行我不行呢？我就在那，我说你师傅保守呗。他问他意思就是这个，那不是说我直接跟他表明了吗？我但是你们的的确确是第一期，我第一次来培养，应该时间都二十多年。我说你没有找到原因，为什么人家行你不行？我来出去，不管我，不管都他们后来他们出去，我都一交代，出去交选，第一不能拉背场，不能拉背场。在这到集体交流的，我这个是一个样子，所以管我一顿酒，给我两瓶烟啊，背后的我再给你等点小动作，就开小灶、我没得出去，从来。不到这个小孩，验权的时间，然后这你知道什么给你讲什么，这是应该给你，哪些问题给该纠正的纠正。出去这个时间，我几乎是不太讲话。我说我这个你我是事实吧，他对，你这个你得从来没有，你就带对我再好，这点就拉背上。就是咱们关系不怎么就有，我该怎么我还是怎么。我说，我这个承认你承认吧，他说那我承认。我第二点，你能不能给我保证一天给我练上一遍拳？不说多，能不能保证？他就不敢给我保证。我说别的，我不是一天一个月一练上三遍拳，十天练一遍拳，你敢保证？他就不敢保证。那还出什么功夫？那他练拳。一般学姐的就即便不管功夫怎么样，他都能比较流畅的练一下架子，都几乎都有。当然我练了忘了。我这万一你怎么解释呀、啊？我说你这是怪老师保守，还是怪你自己不下功夫？这就不是，人家一天练十几遍拳，你三天五天不练一遍，这功夫，我说的他哑口无言，哑口无言。